杨明、曹永廉、庄思敏、庄思明等出席新戏时代开镜仪式。阿廉同 Jacqueline 戏中饰演兄妹，但系 Jacqueline 话原本唔系咁安排噶。因为其实我哋演父女嘅，我收到嘅时候好高兴啊。系咯，阿廉收到嘅时候好唔高兴啊。唔系，我即系我会觉得系差唔多年纪啦。咁如果做父女系对佢唔系好着数嘅。佢好介意先喎，几年啊？唔系个说服力啊。咁开头系真系演父女嘅，咁但系原来新闻我哋提出咗咧个角色其实有啲调换咧，佢做我妹都系冇问题嘅。阿廉同 Jacqueline 同门多年，原来第一次合作，而且阿廉都好耐冇拍电影啦。其实今次我十几年冇拍过电影啦，因为最后嗰次我谂都12年到啦，咁所以今次系比较新鲜啦，同埋有啲压力啦。但我知道阿思敏咧就不停都有拍紧嘅，咁所以我都叫佢睇住老人家嘅，系啊，尽量睇住老人家。而阿杨同 Lisa 就情侣档再合作，可惜对手戏唔多。不过佢哋喺戏中有一个共同嘅大挑战，系一个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嘅新闻主播，最难就系要扮西哥。我要做一个23、24岁嘅一个青年人啦。咁啊就体能上边咧，我觉得我仲争少少，所以在我而家25岁的时候咧，要扮翻23岁咧，系需要一啲磨练嘅。